那么现在，我们芈月山村两委会并没有同意这件事儿，但是为什么战川集团就认定了一定要在这儿建这个特色小镇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白老，我现在就跟你解释。好。一，你所说的这个基层党组织，在你到任第一书记以前就同意了这个项目。二。 我觉得，你不要把你和金振川的个人恩怨这个事带到工作当中来。你应该有这个觉悟。李副县长，我跟金振川没有任何的个人恩怨。白老，你这么说，那可就是掩耳盗铃了。手不摸红，红自不会燃烧。我觉得你们这个风流戏，还是别继续往下唱了吧。啊，适可而止。 我这话是于公于私，都是对你负责呀，白朗同志。李副县长，芈月山有千百双眼睛，群众的眼睛是亮的。我也有千百只耳朵，我听见的意见足够装满一火车了。啊，对不起，这一激动把重要的事忘了。 你原单位来通知了，让你回去做述职。在你离任期间，村委会的工作由王世子同志主持。行了，李副县长，您吃完饭再走吧。你们芈月山村的饭，我可是不敢吃。再见。李副县长。 李副县长，白老，白书记，哎，我跟你说，句刚才是和稀泥的话啊，你总是要走的。这芈月山你能带走，还是玫瑰谷你能带走啊？你别管它是特色小镇也好，还是房地产开发也罢，只要是能给芈月山带来好处，这不也是你的政绩吗？你说你为何放着大河不行船呢？马县长。 我看出来了，这儿的水很深，问题很严重，最好有时间咱们俩认真的交流一下。但是只要我在这儿当一天这个第一书记，我必须对着这绿水青山负责任，上对得起党和国家，下对得起这儿的老百姓，每家每户每一个人。好，魏总代表，我先走了。 看来我呢，真得回北京几天了，啊！刚才李副县长也说了，让王石子同志啊主持后边的工作，啊，哎，白书记，你看我老伴儿啊老毛病又犯了，我得伺候，让建国来主持吧。嗯，病得治，啊，我已经让麦老师和丽丹去县里啊。 咨询村民这个大病医疗保险的事儿，啊，王支书啊，您是共产党员，工作还是要做。有什么大的事情，班子开会解决，好吧？那好吧。兰花大姐、麦老师，你们还是继续搞玫瑰产品的市场调研。 多跑几个大商场，要想把咱们这个产品打出去，必须创立品牌。啊，知道了。嗯。哎，秦岭，那个湖北修筑那块啊，你一个人就够了。你把郑工、志刚给叫回来，让他们着手设计玫瑰谷生态旅游开发的事儿。就像之前我们跟中建游集团设想的那样啊，你等我从北京回来，找人进行生态保护方面的论证后，就开工。 梁姐，哎，刚才李副县长说咱们村跟战川集团有合同。啊，没错，老梁跟我说过，说建度假村，这个事儿，你好好想想。
到底知道不知道？到底知道不知道啊？你得老年痴呆了不？开车了没有？开了。好，你呀，先送我去一趟单位。啊。哦，好。我们这个精油，看一下。然后啊，都是拿玫瑰花提炼的。然后这个可好了，你感觉一下，你看在你脸上，好舒服呀。所以你们要是有人需要这个东西，你跟我们说，我们就多拿点。对对对对，行行，这个对。看啊，这个玫瑰花茶也是我们那儿产的啊，这个挺好的呀，也是玫瑰啊。然后你看，玫瑰花蜜，你们都留着，都留着啊。谢谢谢谢谢谢，这个用的好了以后我们还送。喂，爸，我不回来吃饭了。那个白朗他也直接回单位了，我看他心情好像不太好，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嗯，好。徐书记好，哦，太郎，这么快你就回来了？我赶不回来了吗？我这下了火车就赶快赶过来了。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怎么样？河南那块生活还可以吗？挺好的。哦，来坐坐坐坐坐。嗯，好，您坐啊，先坐。嗯。小刘啊，你过来一下，可以开始了。你好，白朗同志，这次单位让你回来有两个目的，一是述职，这是所有下去的同志都要走的程序，不必过于解释。第二，就是调查核实一下有关来信反映的一些问题。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。您放心，徐书记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有责任和义务配合组织的调查。关于述职，你就把你下去当第一书记这一年来所做的工作、取得的成绩，包括失误，从工作上、思想上、实事求是的全面总结一下，如实汇报就行。好，当然，关于你个人和你的工作，我们也收到了一些来信，反映你的问题。这里头有一些是思想认识上的，有一些是工作上的，也有一些是个人生活作风上的。如果这些反映的问题是事实的话，那问题就比较严重了。你要认真严肃对待。好。就是，走。你好。哎，请问王世子书记在吗？啊，我就是王世子。你们好，您就是啊，我们是从北京来的。这是介绍信。哦。哦，好，好，哟，那就快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请坐。
请坐。白朗同志，有反映说，你对县里的领导不尊重，以北京特派大员的身份自居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对县里的领导颐指气使，对县里的工作指手画脚。呀，白朗来这段时间呢，做了一些工作，想法挺多，但是呢，实施起来呢也是黄了不少，啊，因为从实际角度来说呢也不成立，之前我们之前的规划和计划呢也都推翻了，因此呢跟这个乡里和县里领导呢也是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分歧，这个。第二条，你在担任村第一书记期间，对原来的班子全部架空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大搞个人英雄主义，搞个人崇拜，搞面子工程，甚至搞封建迷信，默许建白狼庙。你把我说，我们没有办法。王书记，白狼到底做了哪些对不起咱们老百姓的事儿？白书记，做工作做得挺好。喝水，茶不好啊。白书记啊，对我们这些退伍军人特别有感情，尤其像我们这特殊的家庭，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。是，我们白书记来到这芈月山以后啊，不，真的不是夸他啊，发自肺腑的。他来了以后，我们这整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真的。你看，我们以前吧也有那个党支部，但是那基本算是名存实亡啊。可是他来了以后不一样，把党员全都给组织起来了，那党支部也立起来了啊，起的带头作用特别好。第三条，是关于你个人作风方面的，有反映说，你同时和三名女性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我们这里有视频和资料，还有，你在公开场合殴打相关企业负责人，你作为党员干部无视党纪国法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殴打他人。4500块的补偿款啊，到现在都没给我。哎，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关键作风有问题啊！啊，村子里几个女人都跟他有关系。各位，您要了解情况，这我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，他好几个女人。啊，这明显属于占名额呀！他把名额都占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所以白朗，你们一定是要彻查，这个人问题太大了啊！我就盼着几位青天大老爷能为我报仇雪恨呢。你们村是不是有一个叫姜文化的呀？对啊，我怎么听他说白朗作风问题很严重啊，在村里乱搞男女关系。他说的啊，这个王八蛋，他就是个二傻子，他二百五，你知道吧？你千万不能听他说的话。放屁。他是我们村里边一个大赖子，我跟你说，要说这些事儿他干的，那是绝对可以的。但是我们白书记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就绝对不可能。白书记绝对是正人君子，他要是再说这样的话，我真上大嘴巴抽他去，真的。他的个人作风问题，我听说不太好，跟你们村好几个女同志有密切关系。没有没有，哎呀，这流言蜚语是免不了的，但是我们要相信党的干部。那他的作风，哎呀，这个作风问题，我觉着还是他可能是大城市来的人，是不是就是性格上活泼还是怎么的？他有点不太分场合啊，无论是在工作场合呀，还是这个走访民众这方面啊，还是不太严肃。好，那我们就清楚了。好，把这些都记好。好的，非常感谢啊。好好。有反映说，你对县里的领导不尊重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大搞个人英雄主义。您坐我这个位置上，你最好到县政府坐我办公室那个位置，那更合适。一口一个中央，一口一个国家，你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，但是白朗，我觉得你应该摆明你自己的位置，你就是芈月山村的第一书记，而不是钦差大臣。Thank you.
主任。你们这是？哎，大哥，你不是老年痴呆了吗？我们俩你还能认出来啊？谁老年痴呆了？不，老年痴呆让人当枪使啊？这谁跟谁当枪使了？其实老年痴呆挺好，能忘了全都忘了。建国，你们俩这是怎么回事？云里雾里的，跟你不至于。白朗要犯了错误，可以双规。您要是犯了错误，可连双规的资格都没有啊！谁说白书记要双规？你不要造谣啊！没有造谣，是预见，预见。哎，我说你个王柿子，你还真是个软柿子。这白朗怎么捏你，你怎么软？你也是个书记一把手，怎么都让人挤得成老二了？干脆以后啊，我就管你叫王老二得了。站住，低点。我跟我大哥这开个玩笑可以，你不行。你这西屋炒几个菜，咱们中午喝几盅。喝酒啊，喝酒啊，喝酒啊！吵什么吵？爱哪喝哪喝，你别在这喝。中午在一块高兴，喝几盅吧。我说不行，不能喝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您这白狼走了啊，您还当您的支书，我们哥俩还在一块儿，多好的事儿啊！谁说白书记要走了？我说的呀。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跟您在一起喝酒了？在一起喝顿酒行不行啊？行不行？不行！我说不行就不行，这是村委会，不能在这喝酒。这老头儿，来，哟。江大主任来了，买点啥呀？不买什么，通知你两个事儿。今天晚上搞个晚会，隆重点，你俩还得唱唱啊。这也不娘不姐的，搞啥晚会啊？就是。今天晚上我也得好好唱唱。小苍娃窝里了，登峰小仙，一路上。我受尽饥饿熬煎，唱的真不错。白朗双规了，我不得庆祝庆祝？白朗双规了，谁说的？我说的。你说谁信呢？你说的，你吐唾沫都是在撒谎，谁信呢？我说的你信吗？你说。哎，江主任，信不信怎么不说？就即便是白朗书记双规了，咱也不能落井下石吧。是，这晚上真唱不了，我这弦坏了。坏了吧？啊，一会儿。我怎么这么瞧不起你这怂样呢？还弦儿坏了？弦儿没坏呀，好着呢，就是不唱。要是白朗书记真的被双规了，那就更不能唱了。有种！你俩上回唱那歌词儿，我可还没找你们算账呢。那上回唱的歌词儿，那也不是我俩写的呀。你这打酒，你不得找提亭要钱吗？你跟我们算什么账啊？你江主任，谁编的怎么了？我就唱了怎么了？你还能把我们打进大牢啊？哎，江主任，我觉得吧，咱们做人得厚道吧。啊，你作为一个村子里的领导。那小心眼儿怎么就这么一小点儿？能不能有点胸怀呀？你江主任呢？江主任谁就那么一说，他开个玩笑还能真唱啊？是不是？行了你。那家伙一唱一和的一个个的，一会儿再说啊。姓白的已经公开跟李副县长闹掰了。
你要趁着他回北京的时候，一定把那个东西找到。那东西就是个炸弹。如果白狼使出来，咱们都得粉身碎骨。我去过好几回了，啥玩意儿没有啊？这王世子死活不承认在他手里，那就更要找到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村党支部第一步的工作就是为村民服务，要想发挥好，首先要提高凝聚力，把大家组织起来，发挥集体优势。这次楚湖公路搬运石料这个活很重，所以我亲自带队去干一个月。你要亲自去啊？那怎么成啊？你是第一书记，你去了也不合适。什么不合适的？咱们村在外面打工那些小伙子不都给召集回来了吗？妈，你也早点睡吧啊。白狼，让这儿的面貌彻底改变一下。哎，我说的这个面貌不仅仅包括这外边这山山水水的面貌啊，还包括每个村民干部的思想面貌。咱这官司打赢了，真的。嗯，哎呦，太好了。这张卡呀，您一定要收好了。白书记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们这个地方是国家重点的生态保护区啊，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，这个地方绝不允许搞房地产开发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夭折。大伙儿一起努力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更美好的家园。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，这里有一种气场，很奇怪的气场，那就是你朝哪个方向都是顶峰，而且顶的是同一股风。成功，嗯，这个盐湖的七号位置咱们再确定一下吧，我觉得数不对。行，我记一下。什么动静啊？怎么还锣鼓鞭炮声呢？是啊，听这声音好像就在咱玫瑰谷。走，咱出去看看去。行，好。我宣布玫瑰谷温泉特色小镇项目开工。这怎么了？喂，啊，什么，啊？你阿姨怎么了？要住院？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啊。
徐书记，白浪同志来了。徐书记好。白浪同志。哎呀，来，快坐，坐吧，坐坐。坐。哎，徐书记您坐，您坐。白浪同志，你的述职报告和说明情况我都看过了，而且也给有关领导看了。那现在就该宣判了吧？哎，严肃点。哎，为了对同志高度负责任，在你回来的这几天，我们派了两个同志到闽月山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核实。村党支部书记给我们写来了你的鉴定材料，还有村里的大多数党员和群众都给我们写了信，而且还摁了血手印。事实证明，你白朗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一位优秀的第一书记。麦老师，啊，现在玫瑰谷小镇工地上什么状况？他们已经开始拉铁丝圈地了。没事，稳住神儿啊！我现在在火车上呢，马上就到县里了。哦，还有王支书这几天变化有点大，他老伴又病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回去再说吧啊。哎，小小啊，是这样啊，王支书的老伴儿啊又发病了，挺严重的。我现在想着把他接到北京来看病，你麻烦老师帮着联系一下呗，找最好的医院、最好的医生。嗯，行，没问题。然后还有啊，到了北京以后，麻烦你去接个站，啊。放心吧，你交代给我的事情，我什么时候给你调过帘子？嗯，我现在就联系。嗯，好，谢谢你了哈，谢谢，回头请你吃饭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哎呀，这会儿咋觉得心慌都行？你看，我说我收拾东西吧，你说你偏要收拾，你别动了，我来吧。嗯，不是不是，我呀，我是高兴。嗯，要死的人了，还能去趟京城。你把你说那话，嚼吧嚼吧咽下去。我说的哪句话呀？你呀。就刚才说呢，什么是要死要活的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跟着我好好过日子。行，都听你的。哎，他爹啊，那个京城有咱几个县那么大呀？几个县啊？几十个县都打不住。那么大呀？啊，哎呀，那么大的地方啊。哎呀，那咱到了那儿，那不成了牛犊子进城蒙门吗？
蒙啥门了？白书记都来电话了，小小带咱们去。小小带咱们去？啊，那就好。小小带咱们去，嗯，那孩子可好了，到了京城住那医院呢，那是白书记的导师，小小他爸给安排好的。是，你说说，这白书记啊，真是个好孩子。你呀，叫白书记就别叫孩子，叫孩子就别叫白书记啊。行行行，以后就叫白书记。对了。哎，哎呦，白书记呀，哎呦，白书记，哎哎，刚才跟我老伴还说的你，说的小小呢。哎呀，我们现在正在收拾东西，都快收拾齐了。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呀，让我们说什么好呢？啊，白书记，放心吧，那个，村里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。啊，对，对他啥也别说了，嗯，好。他爹，你说说，咱拿什么报答人家？我还说呢，干嘛这么破费啊？住在这儿，啊，原来是几位专家也都在这儿啊。对，他们都是我爸的老同学。啊，哎，白书记，坐。哎呦，老赵，哎，那就明天早晨，咱们俩一块儿和专家们回村。哎，郑工，你是还要去查一下历史上三坊街的交通资料是吧？对。老王，嗯，老王，嗯，院子里有动静。你睡着。事儿啊，没事，你睡吧。可能是山上的野狐狸什么串了一把，睡吧。啊，呀，你睡吧。吓我一跳。洗澡去了吗？你说啥来？我工作去了。工作？啥工作啊？不是让我上王世子他们家偷那个。嗯。我又去了一趟，找他了没？找着。我一不小心弄出点响头，差点让他把我逮着。看见你没有？那没有，那没有。悬不悬？悬不悬？我不跟你说过吗？等明天他们两口子去北京看病嘛，完了你再去他们家呀。我这不是替你着急吗？替谁着急啊？这是上级组织领导的指示吗？我只是执行而已嘛。我知道，你就是个而已。谁是而已？你是而已啊？我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是而已。
我这也就是为了你，我倒去四趟。是，恐怕那东西根本就没在他们家吧？你说我这偷偷摸摸、费劲巴拉一趟一趟的，我就为了这200块钱，我也太不值了啊！哎呦，文化呀！ 你这四棱子脑袋是钻钱眼钻出来的吗？你成宿半夜不睡觉，看人女人洗澡，一分钱不挣，你倒值。我这给你个正经事，还给你200块钱，你倒不值了。我不是说跟你不值，那怎么？我是说跟你干什么都不值。不是，我是跟你干什么没有不值。就是他这个活太辛苦了，就200块钱。哼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这腰，怎么了？ 刚才啊，我这腰扭了一下，疼啊！你知道这真疼啊！是啊，你知道这腰对男人多重要？哎呀，这你更重要呀！哎呀，腰又扭了，行，对不对？上次不是侦查费200，我再给你营养费200。
将每组数中两个分数的大小八分之三八分。王志树，哟，哎，这是麦老师啊？哎，这么晚了，您这是？哦，对，我找一下白书记。白书记不是来电话了吗？他说他下了火车就住在县城了，要见一下郑工请的那几位专家，帮咱们设计玫瑰谷生态环境的。瞧瞧我，老糊涂了，都给忘了这事儿。哎呀，脚踩泥泞，手捧真心，你向远方的群起，来到了这小山村，爱家爱护传门，你走得那么勤，同坐一条板凳，你情浓一个深。向前往前奔，彻底拔掉群根，你出招那么准，愿我小康梦想。